黑道兄弟现在成为教会弟兄，对高文宗而言可说是两样人生。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在旁人看来简直是洪水猛兽，因为当他发脾气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也因为容易动怒的个性为家人带来不少麻烦。由于年轻的时候荒唐的时日多，加上贪玩，学业也放弃了。还好当时在铁工厂学得一技之长，成为现在的事业，虽然辛苦也不愿再重蹈覆辙。文宗你好，听说这个坏脾气哦影响你很深，当兵之前还差点杀了人，不过你从小就是家里的小霸王，为什么大家会纵容你让你的脾气那么不好呢？当时脾气有多不好？因为我是长孙，所以可能不知不觉就会纵容。那我堂兄弟住在一起，那底下还有六个堂兄弟，那他们好像很自然就成为我的手下这样。因为小时候我们住在那个现在动物园的山上，那个像木栅那里，那我们都要上山砍柴的，而不是童话故事，就是真的上几岁的时候啊，上山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啊，那国小国中大约，你就带队几个堂弟跟着你这样子，对，然后去砍柴回来烧。那有一把那个柴刀就忘记拿，那我说文杰啊，你离那个柴刀比较近，你去拿。然后他就说他不要，我说、啊、你离那个最近，你叫你去拿你不要，然后他说他不要，那后来我就修理他，然后他就一直跑，因为他个子跟我差不多，然后他差我两岁，然后就一直跑，在他家里又绕了两圈，后来终于抓到他。打了他一巴掌，不像这样的情况，婶婶也有看到，对不对？婶婶有，阿妈看到，阿妈也看到，没有把你抓来揍，说干嘛对弟弟这样？啊，你这死那种，你想我啦？你想你，那什么大事啊？你，和你喊你别害怕，我了，上气接不下去，我讲，叫伊提起茶多一百起啊，然后我就火大。哦，所以对你来讲，如果你有一个理由，其实，你出手或是发脾气，你觉得是？可以被接受的，对，小时候慢慢就培养成这样子，对，所以到长大之后，其实你就开始，因为有一些这个你说打的动作或者骂人的动作，开始有点这个逞凶斗狠的那个脾气，可能慢慢就上来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外面所谓的混起来的？其实以前也挺乖的，因为农家子弟嘛，就也很认真工作，那家人交代的也可以很好的把它完成。那后来是到后来动物园被征收之后，我们就搬到木栅。那我白天去工作，然后晚上去读高中夜间部。那后来读到高三，还跟以前国中一些死党混在一起。那觉得他们都没有读书，他们都没有读高中，我还是挺好学。那后来看到他们好像很轻松，然后我说卖糖，不要读哦，在一起玩，然后放暑假，然后就到下学期要开始，我就不要读了。那时候阿妈说，啊，你还不去读书？我说没有钱啊。又讲阿婆，我提钱我要注册，然后阿妈很疼我，然后拿好像有很多话给我注册。那我没几天就给他花光光。然后我阿妈说，呀，你怎么又在这里？怎么晚上你还没读夜间部？我阿妈，我把钱花光光，那阿妈还要再拿给我。那我心里面觉得不好意思，我说阿妈你不要拿给我的，你拿给我我又会花掉，反正我就是不读了啦。你在外面跟都在做些什么？
哦，那在一起聊天呢，反正就讲一些有的没的，反正大家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后来在一起就慢慢会变本加厉，因为你喝酒嘛，喝酒有时候也会跟别人起冲突，那、就慢慢或者是人在更多的话就哦，人多势众，自然其中有一个提议说要怎么样，那其他人就哦好好，然后我们去哪边。哦，干什么坏事？我说，哎，好好好，那就大家一起去。那为了说输狼输丁嘛，对，那就大家就一起去啊。所以那段时间，像有人去吸收你们嘛，去帮忙帮派做一些事嘛。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帮派，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较最黑一个短下做阿翔，阿成哦，然后他成哥，我们叫成哥，然后他对我们其实还不错了。那当然他大我们几岁，那。他叫我们这个然后救下怎么说，就是你的气魄很有胆识啦，哦，这些好几个兄弟都蛮有胆识的，哦，那也都很带种，那所以他就哎，我们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呢，啊，偶尔他就去包一些工程去看那些赌场啊，或者是去跟人家讨债哦，就是这样子慢慢开始混起来的。对，因为你有一次还被砖块砸到。哦，砸到啊，对，就跟其他的角头，然后有冲突。他看，哦，就是他看你年轻人很不爽啊，现在社会也是这样。他看我不爽，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哪里的，宅边呢？我们那个角头叫宅边，十一命。然后他就很不爽，我后面带一个扁砖。他说哦，你看起来很臭屁。我说啊，不然是要怎样？我那时候还没有枪啊，就拿扁砖要捅他，然后他就快跑，啊，快跑了之后，哎，他好像就拿了个东西，因为晚上了，然后他就砸过来，啊，不晓得什么砸过来，然后就哎跑，因为我追他嘛，哎奇怪怎么挡就问，哇都是血，现在那个疤痕还在，又缝了四五针。可是你那时候很斗狠哎，你没有想要回去报仇？有啊，那时候我们陈哥说，哇，因为黑是在。都一角死的，然后他说没人拿散机的那个开，就是那种散弹枪。你们有吗？欸，有，那时候有那种散弹枪。有啊，散机的。我说我们哎妈哟，我们带这样的哦，这带字大条。啊，后来就没有。那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怎么样？经济没有很好，因为东园我们都是做农夫嘛，后来搬出来之后，爸爸就打零工啊，那打零工那还要租房子，所以经济其实没有很好。那我是最大，我还有两个弟弟都还在读书。嗯，所以还有老妈，老妈要奉养。对啊，对对对，他们知道你不念书，应该是出去要打工赚钱回来养养家嘛。可是他们知不知道你在外面扛扛扛？不大知道，因为我都掩饰得很好。我那妈说，啊，我这个乖孙呢？到什么时候才东窗事发被他们发现？哦，发生了很多事都没有事了。嗯。那有一次是更严重，是去杀了一个人。杀一个人那时候要民国72年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喝酒。然后陈哥呢，陈哥说叫我，还有他的一个同，一个他的朋友要退伍，有个没领酒，有个没领酒。然后这个人就很白目，他很嚣张。然后还讲你来，你来，我来，来我领，啊领三个领。我讲哎，大你，无一个甲三个啊，侬嘛一个甲一个啊。又讲别紧啊，别紧啊，啊反正也免你付钱啊。讲哎，对啊，你讲什么笑话？什么哎，什么免付钱的？不能要下款开好看。阿不要陈哥讲，买，自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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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才这样子你就会火大，这样就很严重了。这样子开玩笑，这样子就很严重，然后就火大。本来特别动点要下款，阿不要多啊，陈哥讲买，自己人，自己人。然后后来他叫我们先走了，哦，回去之后就很不爽。我这样你真正看人家无嘞，真正我呀，我今天要拜了一雄一像哦，开玩笑。然后呢，回去就拿那个武士刀，要不要后边，然后再去刚刚那个在政大那边堵他，然后在半路上遇到他，哎，遇到他，哎呦，哎，阿伯你喜欢哦，啊，我请这边待着，他就后来就砍他了。我记得冬天疫情人家皮衣，他就一直砍他，因为刀龙很利，一直该砍，他砍一直照，啊照。照后来我就知道说，后来是才知道，那个后脚跟断掉，后脚跟，因为他趴着，他趴着自己在看。啊，有一次我父亲跟其他两个人的家长去跟大家讲和的时候，他说还好，请见他赔偿的，我见他赔偿过啊，你多加系列的，啊，我见他赔偿哦，哇，炸了死掉了，嗯，反正那他那个皮衣的啊，你稀巴烂，
冬天。你没有觉得自己闯祸？不太发现哎。瞎到眼红哎。不太觉得啊，反正那时候就喝酒下去嘛，所以喝酒误大事也是啊。他们有没有报警？有啊，报警了，后来着了。快散了。多久？你招了多久？招了差不多三个月。然后记得有一次跑路，因为没有钱，然后后来我就跟老爸没有钱了，然后老爸就约在一个地方，然后他拿给我，我说我想办法先贴几两万块来，我撑一阵子。他拿了4000块给我，记得。啊，那后来他说，我说阿尼亚铁是旧了，他跟我讲说家里都没有钱了。哇，我那时候第一次听了，觉得很难过，就自己在那边为非作歹，那丝毫都没有想到说家里其实也没有很富裕，然后自己又在那边乱搞，那觉得很难过。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说，我说不然你干嘛要生我，你欠我的。你看爸爸都已经这么辛苦，家里的状况又这么差，对对对，还要拿钱给你去跑步，后来还是爸爸帮你解决掉这个事情，对不对？后来就是三个家长总共凑足差不多七八万，他110万左右。哇，怎么凑啊？那时候对，就一个人出30几万了，因为三个人。那等于所有的老本什么都掏光了。对啊，就是去跟人家借钱啊。那你先去掉头回来再谈。因杀人未遂而跑路三个月的高文宗，尝尽了人情冷暖。曾经称兄道弟的伙伴，一接到他求援的电话，纷纷与他划清界限。还好因为父亲的奔走，最后以和解收场，这才看到父亲对他的苦心以及自己不孝的行径，让他决心重新做人。只是本来想好好收敛自己的坏脾气，一进入到讲纪律绝对服从的军中，高文宗面临极大的挑战。所以那次开始你真的有一些反省了啊，觉得你不要再这样子了，觉得对不起家人了，对不起爸爸了，有没有想说回去再念书啊？那时候快要当兵的了。反省是有了，想说啊，我真的是很不应该啊，但是讲是这样讲的，圣经说嘛，立志行善由得我，行错了却由不得我。我有这样想，我有想说啊，我应该好好做人。那后来隔没有多久去当兵，也是反正在部队里面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不习惯，对不对？当兵，然后去了几天就逃兵回家，因为里面太辛苦了。然后现在我以前什么那个班长都很凶，我买走了，做这些边货，班长他就派，而且又说到3年了，哇！一想到3年，天哪，这个日子怎么过了？别，我这不是人干的，我要走了，对不起。然后姐，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当那个兵，那个很辛苦。我说不要。然后姐姐看了，我不行啊，你阿妈阿妈公公这孙的啊，你要好我走了，快忍耐啦。哎呀，那我也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总不能逃一辈子啊。然后后来又回去那个中心，然后后来被关紧闭啊。还有一次举光日你自己睡觉那又跑去打班长。我本来要去什么士官班，因为抽到3年，那后来连长说我有前科，不可以去那边，那就叫我去学那个开车驾训队。那有一次很严重是举光日他们都要坐1/3，那个心坐1/3都很怕，那我不怕，我就这样子，我就在那看电视，然后没有很专心，然后很那种桀骜不驯这样。然后那个班长说高文宗你在睡觉，他要找我查，我说睡觉，我就骂了一句脏话，我就擦擦擦，他就要站起来，我说站起来，他就要站起来，然后去拿钢杯来刷牙，因为我骂擦擦擦，他叫我拿钢杯来现场刷牙。我说拿钢杯开什么玩笑，好不考虑，不要，那不要，那他就推我一下，他推我一下，我就火大，我就扁他，他打了他很多班长围过来，看情势不对，我就闪了。那闪到，我就说，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闪到我们附近有一个，我们连上站了一个卫兵有苦，我就跑过去，我沈德生枪拿来给我，我就给他抢过来，就冲过去，本来要就给他开枪了，但是呢，一想，糟糕，没有子弹，我子弹拿过来，那子弹是弹夹插在这个小树这边，那他一直抱着。他抱着我说：“我没有子弹，光步枪没有用，我就用枪托打他。那枪托也是很硬，他被我打到
流血，这样啊，他就是他就滚在地上，滚在地上，他任我这样踹，这样我跟他硬拔，抢子弹抢不过来，啊，他后来跟我讲，讲说那个，你把人家打死，你跑得掉吗？啊，我想一想，算了，好像又丢给他，嗯，然后回到我们连上，也回到我们本单位，这样。你看你干那么多坏事，而且还接受军法审判，后来为什么长官会为你讲话，为你说情啊？我两个都表现都还不错了，就是脾气大一点，喜欢常常打架，不过打的也是有时候你说没道理，有时候也有道理，有的像害群之马呢，那种我会扁他，就是为了让那种御驾不归那种，就试一下就扁他，不过我自己也蛮守规矩的，有点侠义的这种味道。好，你后来终于退伍了，可是脾气那么冲，你能做什么？啊，那脾气很冲，那当时我知道，我说我退伍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的来工作呢。那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也是国中的朋友，叫张荣光，他在那个猫空的美家茶园，然后他人很老实，他们好几代都是基督徒啊，他是跟我国中同学，那也很要好，很谈得来，他以前都常常跟我讲福音，嗯哼，哦，啊，他很沉默寡言的，口才没有很好，不过他讲说耶稣爱你了，我说啊什么爱啦，什么耶稣啦，啊那卖公黑啦，哎哎我那卖，我说哎小酒馆，你小酒馆那是酒嘛，就拿来喝了。那时候讲那么耶稣这个伤感情啊，什么什么啊，多个宗教哦，不，我现在很强烈这样，哦，不，讲了伤感情，小酒馆啉啦，卖讲了伤感情安尼。他结婚，然后在木栅的火石教会结婚，然后大家都是同学嘛，然后去帮忙啊，帮忙去开车啊，或者提什么东西啊，嗯，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踏进那个教会。嗯，在木栅的火石教会，然后就看，哎，他们在什么，哦，牧师给他证婚了，然后，哦，就给他证婚，然后有很多人嘛，就献诗嘛，哈，哦，啊，我们现在来唱诗哪一首？我说，哎，要唱就来唱嘛，反正我前去卡拉 OK 也唱再唱，哎，很不一样哦，哦，他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哎，我就很莫名，我说奇怪，哎，我怎么唱到这个哈，哦，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安详的感觉，以前去花天酒地啊，有没有，哦，什么去几条通啊，风花雪月的地方啊，嗯，哦，都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奇怪我说不上来，那后来我就跟荣光讲，我奇怪有一种很舒服很舒服的感觉，跟唱这个诗歌跟唱以前的那种歌，哦，那种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嗯，说感谢上帝，哎，上帝也平安临到你，嗯，说这样，我平安是什么东东啊？什么平安？我乃不知呀。他后来就找我去教会。你愿意去？哎，我都很奇怪，哎，我乃不该讲五四三哦，教会个性应该不像你。然后就没有跟他讲五四三了。我就说，哎，好啊，不然就跟你去这样。嗯哼。还有一次牧师就讲到说，哦，那个啊，耶稣在钉十字架，然后旁边有两个强盗啊，哦，然后两个强盗就三个人一起钉嘛。那其中有一个嘲笑他，但是其中有一个说，耶稣啊。啊，哦！求你赦免我。哦，那耶稣说，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哦，我说哇，阿牧师就讲到说，你看他纵然他是一个死刑犯，但是耶稣仍然赦免他，要和耶稣一起在乐园。哦，那当牧师在讲啊，哇，我里面很扎心，很挣扎，就觉得那一幕一幕哦，我刚才 VCR 里出现在我眼前，哇，啊，好像指控你看你高中。你看你过去哇，这因为哇这要求呢，哇修花台就跟我怕干啊呢啊呢，头破血流，然后他手段怎么这么残忍，哇，然后还欺负人家，然后你看啊对不起阿妈啊，对不起父母父亲，啊对不起兄长，对不起朋友，对不起什么，他所做的一些的错事呢，完全浮在我眼前。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是当兵前，有一次，哎，我跟别人打架，好，哦，那后来对方被我们打，那打完了之后呢，他怀恨在心，好，哦，隔没几分十几分钟，他放火烧我的一台机车，那时候才买没有很久，一台韦斯牌，韦斯牌我很拉风这样，韦斯牌5万几块，后来放火一把火烧了，他烧了之后呢，那大家又见面之后又打起来，那时候很俩攻，然后就一直该爬该
啪的阿威，阿尼阿尼口吐白沫，多个头还为一改斩，然后那一幕一直在我的心里。嗯。那，那后来就耶稣就赦免我，从怎么讲，良心的亏欠。嗯。你怎么知道上帝赦免了你？你当下很清楚的有感觉。怎么讲？因为以前这个画面是会出现的。出现他良心会控告。对。你看嘛，我们在要求你。就怕耶。你眼见残忍，敢怕那里差点都死掉。你看，你想要置人于死地，那你相当惨了。那后来我很真实的悔改。当然，我信主之后了，那我就跟主祷告，我说我还是会想起这个画面。那后来跟主祷告，那我说我想跟他道歉。那后来有一次在洗车场遇到他，我说哎，你要，然后我就给他道歉。哇，真的给你遇到、啊，给我遇到。那我就哇，十几年前给你怕起来让你，那很严重，这样我还以为他，我以为死掉，因为口吐白沫，然后可能内出血，不晓得。他死掉之后，我就可能又要遭了。那后来还好，他没有死，不过很严重的内伤，因为一直捶他，那时候就接近俩公，后来机车烧掉了俩公。那后来就跟他道歉，跟他对不起，我说这个带给你很大的伤害，我郑重跟你道歉。你说不要紧啊，那个跪下骨啊，哎呀，我讲。你跟他怎么认识的？我是在他那个同学哈、开的美容院，在美发院里面上班。然后他到美容院来，然后看到我的时候说惊为天人。从此呢，他就开始展开追求。耶稣的高文宗开始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太太廖丽玲。起先看到文宗身上的刺青，丽玲非常排斥，也生怕家人反对，但是在文宗锲而不舍的追求下感动了丽玲。直到现在，文宗身上的刺青不再是他眼中的刺，反而是视他为精致的艺术作品。丽玲，欢迎你。你跟文宗结婚多久了？今年是第十七年。十七年了，对。哇，我们来回忆一下十七年前的往事。你跟他怎么认识的？我是在他那个同学哈、开的美容院，在美发院里面上班。然后有一次他同学啊，就是有需要用到他的请他来工作，好。然后他那时候我是听他讲的啦，然后他到美容院来。然后看到我的时候说惊为天人。从此呢，他就开始展开追求。这个看到哇，这个心目中的女神出现。可是你会不会担心你这一身刺龙刺凤的，然后又有这样的背景会把他吓跑？当然刚开始都有点担心了，那时候也很害怕，这样很缺乏自信，然后长得又很丑，然后又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不过，看到他很喜欢是真的了。所以丽玲，你知道他的背景吗？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看到真的是看到他的外表哈，我不欣赏，然后我也不喜欢，对，是打从心里面不喜欢。所以马上回绝他了吗？对啊，他有意思要展开追求的时候，他是先请他同学来跟我讲，但是我就说我不要，嘿，对，哦，这么直接。通常女生说不要就是要，所以你没有被打败？没有。
你没有很难过，想说我们要意志坚定，要意志坚定，穷追不舍。真的哦，真的。就后来他到底怎么扭转你的心啊？他哦，哎，这个人哦，他什么都不好，但是就有一点的好，就是厚脸皮，哦，很厚脸皮。他差不多哈，哎，我拒绝他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就是说我旁边的同事啦，哈，还有那个同学，他同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然后他会在旁边哈，会跟我讲说这个人怎么样，过去怎么样，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他有一点的转变哈，然后在这半年的当中哈，也有观察到他的言行啊、举止哈，我觉得哎，有一点点就是认识他的，就是说哈，蛮真诚的，哈。然后后来呢，就看他很可怜，所以我就答应说好试看看交往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被他那个真心给感动。对对对，他的真诚。可是家人同意吗？我家人不同意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刺青，我就跟他说哈，我不能够接受你，然后我的家人也是一样不能够接纳你，因为你有刺青，好，你过去的背景并不光彩，所以我们是很单纯的家庭，我们家庭是绝对不会接纳你的。就我爸爸是蛮明理的，他会跟我分析整个状况，他怎么样哈？那像这样的人哦，后来哦，很可能又在被朋友影响，然后又再回到过去的环境里面这样子，他们不看好了，不看好，对，不看好。你面对这样子一个不看好、不接纳的情况，怎么应对？其实我都不会怀疑啊，因为这正常的眼光嘛，因为这种就给难看的就。那被惊死啊，然后就以为是凶神恶煞，所以其实这个民调的结果其实很早就知道了。那不过呢，没有关系，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转变，我们可以后续看涨，我们可以开低走高。然后呢，我的岳父他说啊，伊吼伊要娶你就是因为伊要娶你，啊，所以伊暂时收敛，但佮伊娶到你吼，伊就固态复明，他就又这个为非作歹这样。然后怕丽玲会吃亏啊，来会被我打啦，那知道都是我被他打。那后来哎，结婚之后，那丽玲跟他讲说，别啦，你把阿忠啊吼信主别啦，跟一般的不一样，他信耶稣，因为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把那个罪性完全的拔除。所以他，你看，我现在我岳父他现在是最欣赏我的，好，感谢主，后续看涨。不过刚结婚的时候应该还是有磨合期，对不对？对，有没有吵得很凶？我们哈刚结婚的时候是跟家人住在一起，也可以算是大家庭，虽然是楼上楼下这样居住在一起哈，算是大家庭。然后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说哈，跟家人住在一起，如果有什么争执，夫妻有什么争执的话，也不要在家人面前。所以我们常常哈，就因为一点小事啊，把房门关起来，然后在房间里面哈大吵，然后打架，打架，对，家人都是不知道的，但是打架的次数很少啦，对，打架的次数很少。其实我脾气也很不好。你打他？我怎么打？我怎么可能打得赢他？我被他打。好，这个婚姻是你要的，你就必须去面对，好好的、成熟的去看待，并且对待他。对，你怎么去学习这样的一个课程？当然，我以前像这样刚开始像这种草根性，那一下子要转变，其实我对我来讲也是很吃力，那也很不容易。那不过我也很愿意学习啊，哦，那时候都还年轻嘛，她22岁嫁给我，21岁，那我26岁，所以那时候还是有很多血气的，哦，那有一些争执是在所难免，但是不会轻言说啊我们要离婚啊或怎么样或怎么样。哦，那觉得这一点是很宝贵，而且你们在教会后来上的一个课，对你们很有帮助，对不对？就是但以理学院的课程，那个都有帮助也很大。然后讲到什么同理心啊，或者是倾听啊、接纳，那我就因着这样，我也跟太太很慎重的跟她道歉，对不起，我以前莫宅，因为男生嘛，就是很神经就大条啊，你，然后没有可能没有注意你的需要、你的感受啊。为此，我就大大的求你饶恕我。
所以其实你因为以前是这个角头的关系，有一点大男人，对对，是有，对对。你后来有认识，对对，我有承认，我有承认。所以道歉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惊讶？道歉哈，当他有接触到这一个的时候哈，我觉得感谢神，是他在扭转我们的生命。那时候就是在扭转我们的生命，扭转我们的一些的状况。因为结婚有好几年了嘛哈，然后有一些的小大小事情都会累积起来，对，嘿，就在那个时候，好，那神就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高文宗和廖丽玲的婚姻虽在吵吵闹闹当中，却是不断成长。现在育有二男一女，虽然小女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因发烧引起休克，造成脑部受伤的悲剧，也没有打倒这对夫妻在信仰上的信心，反而同心同行，带着两个儿子，用四个人的心共同来爱护这个小女儿，就是面对外来的眼光也无法动摇他们用爱建立起来的坚强堡垒。丽玲现在有几个小孩？三个。你有三个小孩了。对。文宗听说你们女儿很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很危险甚至危及生命的事情。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她出生四个月，她本来说出生都很好，都很健康。四个月的时候发烧好像她里面发烧，但是我们好像看不出来。那要给他盖被子嘛，那好像自己在拉扯，那个毛巾好像盖到他的脸，是不是因为造成他这样呼吸困难呢？那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本来出去一下子没有很久，那回来看到脸就黑掉，那赶快送到医院去急救。那急救本来以为是缺氧，那给他急救好了就恢复，那恢复本来就觉得也很高兴，但是隔没多久呢，他变成开始抽血，一直抽筋，那就赶快送到这个三总的加护病房。这样子，所以一个心情就赶快又荡到谷底。对，因为好好的一个女儿，对，突然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措手不及哈。对，有没有？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接受，作为一个母亲，对不对？对，所以他因为女儿这个事情哈，在心情的调试上哈，走了很久很大的一段时间，我很自责啊，我很罪疚。然后就是女儿刚送医院的那一天，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辈，就是传道哈，长辈很老了，张贵妇弟兄传道，然后他去看我们的时候哈，那他就当场跟我讲一句话说，人的过失，人虽然有过失啊，但是在上帝有恩典。但是当场的时候，我并没有多的去思量这一句话，一直到女儿她整个病情哈，一直告一段落的时候，她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月，好，在急救、昏迷以及后续的一个处理上面哈，治疗上面，所以整整一个多月。然后在从医院出院的时候，好回来，慢慢的在生活里面，因为他不是出来就没有事情了，他就带着抽筋了，抽筋，然后在那样的反反复复里面哈，还要带到医院去复诊，然后要做检查，然后还要帮他做那个复健，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反反复复，好，那个心情当然就是很沉重，很悲哀，很没有希望，很没有盼望，然后也觉得是一个负担，好，然后这个负担呢，最大的就是来自说，我自己对这样子的一个看顾哈，有了疏忽。有一点点的疏忽，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是说，因为我一直就是比较后面的时候，我就一直思考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好，然后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因为我们信主都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困难，好，我们认识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救恩。但是我今天的情况是不一样，我是在主的恩典里面，好，
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明白上帝的恩典了，然后再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很自责。然后在过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在静默，然后就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对，那我来背死人的罪哈，连这个我也背，好，但是当时哈，我还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赦免。他透过了一个老传道，然后跟我讲说，我也赦免你了，好，但是我不能赦免我自己，好，因为好像对小孩的疏忽，然后造成家庭这么大的一个亏损，好。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背这个，所以让我一直走过来，好，慢慢走慢慢走，这个心情哈、哦、走了好久，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嗯，我现在就是完全可以不在这样一个自责自卑里面，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的女儿。嗯，女儿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就是恢复以后还是有一些影响，对不对？他在智力受损，所以他是现在是读特教，他在平常他洗澡啊，各方面都是还不能自理，就是要父母去帮他处理。嗯哼，那他有时候他简单的话他会听得懂啊，不过他也挺可爱的，他也很天真，他也是我们的喜乐。对，不过是不是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你们觉得好像来不及去接手的事情？因为他有时候有一些动作很快，然后可能会一不小心就伤害到自己。他哈、哦、最大的那个危险、最大的惊吓就是有一次哈、哦，他差不多2-3岁的时候，我开车要载他出去，刚好在我们家门口，然后他从来没有那个动作，他就自己开车门，然后他坐在门旁边就滚下来，我马上停住那个车子，然后他那时候刚学会讲话，很可爱，我一下车说你怎么了，我也不太敢太惊吓到他，我说你怎么了，说我跌倒了，然后就赶快把他抱起来看看是没什么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心里面很感谢神，因为如果我走出去的话到马路上或是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子就很危险，所以在很多的生活的细节里面都看到神在照顾我们。还有一次也是很危险，然后有一次我是开台我的车，然后去车去修理，那修理那个车厂呢换一台宾士的给我代步，那代步我就载我女儿，好，那女儿我就到家，然后要拿个东西就赶快出来，那因为他那个排档杆的那个位置不一样，那我就停一下想说赶快进去，然后进去找个东西，我说弟弟你去看一下那个妹妹在车上，然后他出去看，他说外面没有车，我说哪有可能，哪有可能不会被人家开走了，我说哪有可能，那我赶快冲出去看，果然车子不见了，糟糕了，怎么办？因为我那个刹车是沃尔沃是这样掉弄上来啊，他那个平时我没有塞车，他就是排档杆就直接推上去啊，他可能一给他搬动啊，搬动车子我那个稍微斜坡就往后滑，整个车就往后滑啊，还有那个轮子是稍微这样往后滑滑滑滑滑，嘣就撞到人家隔壁，然后邻居的有一对石狮子酒塞，石狮子给他嘣撞到，然后一切熬到就弄到酒塞挡下来，然后那个石头掉下来，然后你们在车上若无其事，我感谢我主啊，阿弥陀佛。我说真的，照顾这样的孩子是格外要多付出，是一些沉重的负担。所以两个哥哥会帮着你们照顾妹妹吗？我们两个哥哥哈，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哈，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哈，我们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小孩，那当然我们父母亲是大人，比较可以用成熟的心情去面对好外界的眼光啊或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两个哥哥他在学校的学习，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学校，然后就会跟他们做心理建设。如果你的同学觉得说看到妹妹啊，跟你们讲说一些不雅的话，好，比如说白痴啊，哈，或是说一些哈对妹妹有伤害的话，我说要怎么面对？
说没有关系，其实我不会骂他们，我也不会怪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就要很有耐心的，我们知道，对，我妹妹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承认妹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爱她。好，我们可以照顾她，可以保护她。那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妹妹哈，除了我们父母亲是她最亲的，再来就是你们两个哥哥了。好，如果你们不爱她的话，就没有人可以爱她。一直到他们现在国中毕业，小学毕业哈，其实我们两个儿子哈，对妹妹的态度哈，还算是蛮好的。在六年前有做一个工程，然后被玛丽台风，然后淹到水，然后损失到500万。怎么样去面对文中突如其来事业上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每次哈看到他下班回来，就感受到一股很强的气流，就是现在你碰不得我。所以那时候我都很小心。重生的高文宗也开始在教会中义务帮忙，经朋友介绍开始前往监狱，把自己生命改变的见证告诉每位更生人。有一种爱，很接近上帝的爱，那就是妈妈的爱。有份酸贴近他的头，嗯，看过他但是就在他热心奉献的时候，那粒水灾骤然打碎他的信心，公司家庭立刻濒临危机，破坏了他一手打造的美好。但是他的心告诉他，这就是考验的时候。如同他在讲台上说的，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上帝。于是他不放弃，决心用信心和行动来证明自己所信的。跟着我们祷告，当地祷告以后。文宗结婚之后，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哦，在做一些铁方面的工作，铁工啊，哦，铁工，对对，铁工蛮辛苦的吧？蛮辛苦啊，对，很辛苦。因为以前不读书啊，那怎么办？只能做一些非法的维师啊，或怎么？现在信主之后不能再去维师啊，要认真工作啊，才有好的见证。那觉得众人辛苦，但是神都应许说，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啦。中间有经过一些波折，对不对？哦，中间一般都顺利。他们大约在六年前有做一个工程，然后被这个那时候淹大水，那时候那里台风，然后淹大水。那造成主事公司他这个经济上有一些的影响，受了很严重的亏损，那整个淹水，然后做一间也是电视公司，整个那个摄影的器材什么都泡汤，因为在地下室。那后来导致我们的工程款也就是集成处理，所以我做那次工程让我损失到500万这样。哇，所以一下子面对了财务危机，对不对？对 对, 对。所以怎么样去面对文宗突如其来事业上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哈，因为他在外面工作很累，然后又要面对工作啦，有没有承接到工作啦哈，还有每个月啊要发薪水啦，好，然后还有工程款的那个付，就是要付掉工程款的那个费用嘛哈，然后还有家庭的生活开支，他差不多每个月我们家都有一个周期性哈，月底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每次哈看到他下班回来，就感受到一股很强的气流，就是现在你碰不得我啊，只要一不小心的话就踩到地雷，好，整个又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都很小心，然后我也尽量事先呢跟孩子有一些的沟通，好，要很小心，不要碰到他的心情的难处。那我心情很低落，那我有一些的一些
疑惑，一些不明白。我说神啊，我也这么爱你呢，那我信主我也很热心，四处去传福音，那也四处聚会的，奇怪怎么这个事临到我呢，跟岳伯一样。那当然我也 complain 有一些牢骚，但是后来慢慢，我想这也是必经过程啊，我也是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软弱。但是后来慢慢，当然不过太太讲一句我很感动，就是她说你不是一个人面对，那是太太跟儿女，就是家庭一起面对。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就是好像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那当然耶稣是一直保守，那个是我相信，我确定。那包括家人的一些的鼓励，那当然那时候当下就在经济方面有许多的不容许，可能生活费就变得很少，那甚至一些的补习孩子的一些就将要停滞了。哎呀，那觉得有点心酸。不过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恩典的、哦、你刚刚讲到说像小孩子可能要学一些才艺也都必须停下来了。对对，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困难来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思考一个问题哈、哦、那因为我们平常都在教会里面生活，然后常常听牧师讲道，常常看圣经，哦，觉得很感谢上帝啊，我们有这个生命啊，我们有这个信仰啊，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啊，在上帝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当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说，这是我们在实践啊、哦、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是对的是错的，是真的是假的，那我们平常所听到的道是听了多少。所以我感谢神让我有就是当时候就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愿意去面对，说好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好，那我们也会跟孩子来沟通我们目前的状况，然后就下定一个决心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有多少的钱我们就过多少的啊，做多少的事情，这样。所以就把他们应该停掉的那个补习啊什么的哈、哦，全部帮他们停掉，就回归到一个最单纯的一个生活。没想到这个时候，孩子的老师，反而主动说，对，免得我们那个我们小孩学钢琴的学费，对，一直到现在，哇，对。不过那段时间，谢谢林老师，会不会让文宗会觉得有点气馁？是因为你看，一连串女儿的身体状况啊，然后碰到事业的这个低潮，而且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很忠心的在服侍，心里应该难免会有一些疑惑或是埋怨，对不对？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是，我觉得神要祝福人不难，就是我们一样也是遇到困难，当然信主不是说平步青云一帆风顺，也是要遇到困难，但是在困难里面呢，我们没有选择自杀，也没有选择说怎样，然后选择一些不好的出路，我们选择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所以其实紧紧的抓着这份信仰的教导，对，其实生活还是可以过得下去，对，但是被熬炼出来的这个精神却让你们现在在这个家庭生活中彼此更加的靠近了。我想在最后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最想跟观众朋友说的话。丽玲，哦，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哈，我们难免在婚姻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哈，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困难哈，不至于打倒我们，因为我们哈是可以掌管这个环境的，这个环境是可以跟着我们这个人走的，而不是让环境来驾驭我们，是我们可以驾驭环境，只要你愿意面对的话，一定有路。那我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就是我们有个很宝贵的信仰，那就是上帝爱我们，并且我觉得一个整个甚至国家的一个最基本核心的结构就是家庭。那我觉得很多的家庭都是很不和睦的，就是特别离婚率也很高。那我觉得我跟丽玲在走过这一段的岁月，我们彼此可以
很同心合意在神面前寻求，这一点是相当相当的宝贵。我觉得这一点是来面对各样环境挑战各样艰难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个基础很真实很稳固，你在面对，一起面对，夫妻不是两人，那是一体，一起来面对各样的艰难，各样的风浪，各样的挑战，你会觉得很轻省，那不会孤单，那这是我们很幸福的一个根基。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困难？当然会，只是面对的时候态度不同。凡事经过熬炼就会如纯金，毫无杂质，所以凡事就可以有盼望，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美好的价值，于是平安会临到心中，喜乐当然不会遥远。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你有没有见过教会？有没有走进去过？当高文宗第一次走进教会，那里的气氛，所见到的那种和善的面孔，那种有基督的馨香的感觉，他非常受感动。不仅是如此，而且在那里好像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上帝的爱进入到他的里面。当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女孩追求他，最后成为他的伴侣，他们的婚姻中有上帝的赐福，虽然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使他们的女儿不再像从前那么健康，但是有一点，上帝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我在这里想，可能在我们电视机前面有一些家庭，也许有一些朋友，你仍然在困难之中，也许你有的事情你讲不出来，或者你不想讲，或者是你在一个极大的哀伤中间，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来，亲爱的主耶稣，在这里我恭敬的为在电视机前面有困难的家庭在这里做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帮助他们，就如同帮助高文宗、廖丽玲他们这对夫妻。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因为我们自己有软弱，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凭着我们的能力去解决的时候，不能够解决，也不能够完善的解决。但是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仰望你，让他们所有的事情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上。我们确信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不是说今天高文宗啊、廖丽玲他们夫妻在经济上等等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两个人同心，夫妻能够同心，一家人凝聚在一起去仰望主，去努力的工作，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远比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解决来得好。朋友，你有困难吗？你有问题吗？也许过去你用着各种方式都解决了，但是没有解决得了。若是你把自己、把你的问题交在主的面前，让他来帮助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愿上帝赐福你。